And in my time, you. Look at you. 前总理帕吗？还是？驻联合国的常任代表大使，外交部的次长，总理的机要秘书。首先我代表中华民国政府人民，非常诚恳的欢迎陶入台总统和阁员。各位贵宾到台湾。Hong Ko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most sincere welcome to and your delegation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这个贵国在南太平洋是一个位置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那边风景非常的美丽，而且那边贵国的人民都非常的可以说安和乐利啊，很善良，然后住在那边啊，就像是我们这个华人常讲的桃花源，就是别有天地啊，桃花源地方。我这个对贵国是非常的羡慕跟敬仰。Very beautiful scenery and the people are very peaceful and friendly, and it's an ambience of people here. 我知道。当时担任这个经济计划部到台湾来访问，那也是担任总理的就莅临台湾，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总理阁下及贵国非常重视。可以帮忙介绍吗？那是美国的酒。陶入台总理阁下及夫人，各位图瓦鲁来访的代表团，各位贵宾，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晚安。今天晚上本人有机会寿宴款待总理阁下及夫人，深感荣幸和喜悦，仅代表中华民国人民与政府向总理阁下前抗议及访团全体团员表达热烈欢迎之意。我国在南太平洋地区重要邦交国之一，两国邦谊数及三年来各项合作计划次第推展，邦谊对贵国的坚定友谊与示范于1998年正式成立，是